这朋友叫我去喝酒，你为啥不让我出门走？要是半夜再回家，你直接客厅睡沙发。只要让我能喝酒，我宁愿睡到楼梯口。你要去你就去，看见你我就来气。你这个女人不讲理，所以我才不带你。山外青山楼外楼，你不带我我不愁。天下男人多的是，哪个都比你温柔。现在晚上9:30，你化起妆来给谁看？有人约你去喝酒，也有人约我去吃饭。约你的是男还是女？你最好给我守规矩。当然是位小帅哥，吃完饭了去唱歌。和男人吃饭就不行，时间长了有感情。人家刚�刚转的钱，给我转了3000元。3000有啥了不起？我5000立马转给你。你说转，快点转，现在转了还不晚。5000块钱已到账，这次我也把心放。既然5000已到账，今晚随你出去浪。今晚喝酒不想去，我就在家看着你。是你自己说不去，请我吃饭的是我弟。啊，这下班我冒一身汗，小舅子请他去吃饭。他前天借咱3000元，刚好今天给咱还。这女人套路真的深，5000块钱很痛心。不让你去为你好，这钱呀一分不会少。今天我哪都不去，咱俩一块陪你弟。不怕男人瞎胡闹，只要思想能开窍。老婆你也消了火，5000块钱还给我。哎呦我。